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哈，安卓的手机厂商华为还有三星在纷纷推出自己的全面屏。那么在这节课呢，老师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折叠屏它的一个特点，以及它的适配的一些指导意见。为什么是指导意见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华为的折叠屏还没有发布，所以说在这里无法拿到一个真机给大家进行演示。不过没关系，为了给大家带来这节课的内容，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手的华为折叠屏的一个官方的一个适配的文档。华为将它的一个折叠屏定义为 Mate X， 然后呢，在这个文档里面有华为官方对于折叠屏的一个特点的分析，以及它的适配的一个指导的意见。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手机厂商对于折叠屏的适配都有哪些建议的。那么这个文档最主要包括三部分，一个是规格的一个描述，然后呢开发和设计的指导，然后呢这个文档里面最主要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规格的一个描述，也就是折叠屏的一个规格的描述，还有折叠屏的一个设计和开发指导。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背景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的描述。折叠屏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折叠屏展开的一种形态，那么展开状态下华为的这个折叠屏它达到了8:7.1，近似一个方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折叠的一个主屏的一个形态，另外还有一个折叠的一个辅屏的一个形态，这三种形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屏状态下它一个屏幕的一个规格。那么大屏情况下，也就是展开的情况下，它的分辨率达到了2480×2200。对于展开的这种状态下，App 显示有以下几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 App 完全显示了，这种情况没有留任何的黑边，这种方式是 OK 的，左右留黑边是不 OK 的，然后上下留黑边以及像四周留黑边都是不 OK 的。所以说厂商建议我们要达到第一种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效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折叠屏它的一个主屏，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屏它的比例是 19.5:9， 也就是和我们普通的全面屏的手机它的一个比例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主屏它的显示的一个效果第一种方式是推荐的显示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左右留黑边是不推荐的，下面留黑边也是不推荐的。那么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学习什么呢？学习我们上面课程里面讲的全面屏的适配，因为19.5:9正是我们全面屏的一个适配的比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副屏那么副屏比较有特点，那副屏的长宽比它达到了什么呢？达到了25:9，所以说它就像一个长条一样长的这个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官方指导我们对于这个副屏默认不以全屏进行显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主屏的这个比例19.5:9的方式在副屏进行展示，也就是我们的 App 只需要做好19.5:9的这样的一个适配就可以了，没必要按照这个25:9这样的一个比例进行适配我们的屏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折叠屏它的三种形态，展开、主屏和副屏这三种形态它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切换的过程中我们 App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在任何一种形态下我们要满足一个静态展示的一个规格，要满足上述的这些静态展示的规格。另外当我们物理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全屏状态下也就是我们有主屏到这样的一个展开的状态，或者到一个副屏的状态下，要能保障我们的 App 不重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官方他所给到我们的一个设计和指导开发的一个意见。那么这个意见里面它有四个意见一个意见呢，我们要完成以沿这个 X 轴的一个适配，也就是说我们要保证尽量我们保持 Y 轴方向元素不变， X 轴我们尽量自适应，因为对于这个折叠屏它折叠和非折叠状态只是它 X 轴变宽了，它 Y 轴并没有变化，所以说我们要完成它 X 轴的一个自适应。对于这样的一个闹钟的这个 App，那么在副屏的情况下它是显示的这样的，也就是说它底部的这样的一个间距更小了，然后呢这个闹钟它左右时钟左右两边的一个 padding 也就是间距也更小了。那么对于展开的状态下我们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导航栏它之间的间距变大了，也就是我们上面这样的一个时钟它左右两边的一个边距也变大了，这是理想状态下的一个显示。下面是这样的一个指南针这样的一个 demo， 指南针 demo 这两个都是符合官方的要求的。第一种适配建议适用于界面元素相对简单，也就是对于这两个 App 界面元素是相对简单，没有大量的列表或者较为展示多的一些元素的页面。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条的一个适配建议。第二条适配建议
使我们的布局内容进行扩展。怎么扩展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在于没展开之前呢，我们 APP 是这样显示的。我们以我们这个 banner 这样的轮播图这样的效果我们来看。那么我们一屏只显示这样一个轮播图，那么展开状态下我们显示了左边和右边以及中间三个轮播图。那么这样的一个适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我们的 APP 的很多的一个组件需要做大量的重构。比如说我们这个 banner， 我们这个轮播图，通常我们轮播图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展示形式的。如果我们要适配这样的一个展开的一个折叠屏的话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代码，完成大量的一个适配工作。那这种方式是折叠屏官方比较喜欢的，但是对我们的工作量添加了很大的一个工作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适配件，分栏布局。什么是分栏布局呢？也就是对于我们有些 APP， 比如说我们一个收件箱，我们的一个 email 这样的一个 APP 的话那么左边就可以显示一个收件箱的一个列表，那么右边就可以显示什么呢？就可以显示我们具体的一个什么呢？我们写邮件或看邮件的这样的一个界面。那么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什么呢？并不适用于我们所有的 APP。 大家看我们很多平板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APP 这样的一个展现形式，但也对我们普通的一个 APP 或者游戏我们这种展现形式也是不是特别实用的。那么第四种方式是什么呢？它是横竖屏布局一致。那么这种方式官方把它放到了最后一种适配建议里面。为什么把它适配的建议里面官方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懒人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在展开和不展开的情况下我们的界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我们展开的情况下我们的布局长度拉长了。对于这种方式我们适配的工作量是最小的，但是官方看起来会出现一个拉伸的一个效果。另外基于目前就是即使它发布它的一个用户量会特别比较少的，不会有特别多的一个用户量，所以说大家不妨就尝试第四种适配方式。那么上面我们刚才看完了我们的设计指导，那接下来我们看开发指导。对于我们开发的同学来说这里官方有一个指导意见，说什么呢？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 APP 是支持什么的支持比例可变的，也就是说我们 APP 要能满足在可预见的屏幕比例范围内可以做到良好的适配，并且在比例切换的时候我们屏幕的这个 screen size 会发生变化，要保证我们的 APP 不重启，也就是不重新走它的生命周期。另外一个它支持一个什么？支持日切换能力。我们的应用适配需要做到屏幕比例适配和切换显示比例，应用我们的 APP 不重启。那么对于屏幕比例的适配官方有两个适配建议，一个是使我们的应用能够自动适应我们的屏幕比例的变化，也就是对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清单文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 activity 里面或者我们的 application 里面来设置我们的 resizable activity 设置成 true。 另外一种方式是设置什么呢？我们设置我们的 APP 支持的最大和最小的一个适配比例。我们在讲全面屏适配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已经适配了，也就是我们已经设置了我们的 APP 呢最大的一个适配比例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我们设置了我们最大的一个适配比例是 2.3， 所以说可以在这里通过修改这个适配比例来完成对这个折叠屏的一个适配。另外我们要保证我们 APP 在横竖屏切换的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页面的生命周期不发生变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什么呢？在我们的 activity， 我们在我们的 activity 里面它这个是以页面维度的，我们要设置我们的 config change， 然后呢给它添加一个 screen size， 也就是当我们的屏幕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页面不重启。对于 Flutter App 来说它系统已经帮我们 Flutter 框架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帮我们完成了这个适配，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变更的。 OK， 以上便是厂商对于折叠屏适配的一个指导意见。那么上面这些内容大家也不需要记，老师会在我们的课程文档里面将这个适配文档给放进去，所以说大家可以查看我们课程文档里面这个 docker 目录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折叠屏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我们折叠屏的一个适配的一个开发指导。以上便是我们本节的主要内容，祝大家。